今日是四月八号星期一，而家是九点半。今日咧，复活节假期之后第一翻学，咁咪好开心咧，可以见到咁多同学，同埋咧可以再翻学咧，自己都好开心。系咯，虽然系今日好攰。但我都覺得好好咯，覺得係咯，希望可以以後繼續翻學。今日係四月八號星期一，而家係幾多點？九點八度啦。今日聽到新聞講有啲人咧就攞到居港權，咁我都好羨慕佢哋咯。希望我個妹妹都可以攞到咯，遲早一日。同埋今日聽佢翻嚟講翻學好開心，我都聽到之後都覺得好開心啦。希望佢繼續喺香港讀書咯。咁你係咪諗住十七號之後諗住點啊？如果佢唔續嘅話，繼續匿埋，繼續唔走啦。咁點解咪唔出得街？咪留屋企先，堅持到底啊！依家佢送我個女過去，係啦，我哋會送你個女過去，由羅湖嗰邊過境嘅。條命局嘅問題，係啊，唔係我哋問題，要佢哋決定，佢哋之先知個程序。有冇其他問題？冇啦，冇入去噶啦，多謝。寫咩啊？寫咩？你寫。咁麻煩跟我嚟啊！好，我幫你帶車。不嬲都系平常心噶啦，都两有两个顾虑啊，一个顾虑嘅你将来个点样凑啊，第一个啦，第二个顾虑嘅就知道肯定见到落嚟香港嗰时一定系难噶啦，已经有谂到啦，系咪？有谂到噶啦，有谂到噶啦，知道系呢条路都系好艰巨噶啦。是孖生嚟噶嘛，即系突然间政府一登台，俾你两个嚟埋一齐。今日是宽限期最后的一日，亦都是所谓留港的最后一日，但是不会动摇到我坚持留港的决心。虽然今日好多人趁最后一日攞识别信，但系我嘅决心唔会受到佢哋影响，因为我认为同家人一齐生活系我基本嘅权利。过去呢个权利俾人剥削咗十几年，但系我而家无法再忍受啦。我要靠我自己嘅意志力同努力争取我属于我自己嘅嘢。我成日都喺度留意紧新闻，了解出面嘅情况，因为我有啲担心。当我静落嚟谂翻喺香港差唔多三年嘅日子，虽然有时觉得好辛苦，又要承受好大嘅压力，但系呢咁多年孭住咁大嘅包袱，有时觉得好攰。但系咁辛苦嘅日子能够坚持落去，系因为能够同屋企人一齐生活。当我谂翻起我哋开心嗰阵时，我就忍唔住笑咗。所以无论几咁辛苦，我都会坚持到底。只要能夠同屋企人一起，我都是覺得值得的。媽咪早晨。早晨。
豆煮飯，好好味咁啊！好好新手啊，老豆，望過嚟啦！啊，成個住家男人咁喎、啊。我而家知邊你食，然後你知邊我食啦、啊。一定會嘅。呢度就是元朗夜晚，在个窗度望落去，我有时得闲咧，我都会望下嘅。裁减员工所节省嘅成本，北角拘留所门外静坐抗议警方拘留一名男子。代表話：呢名男子昨晚開始被警方通宵扣留，目前扣押喺活多利拘留所。代表話：被扣留男子行街紙並未過期，要求警方立即放人。協助佢哋嘅金浩望神父喺現場絕食抗議。外交部證實耶路撒冷巴士站爆炸。家 姐，你喺度做乜嘢？寫信。寫乜嘢信？求情信。求情信，李少光嘅求情信。由家姐負擔起寫信個責任。家姐，你喺度做乜嘢？寫信。寫乜嘢信？求情信。求情信，李少光嘅求情信。由家姐負擔起寫信個責任。而家我哋一家都為咗共同嘅目標而努力。姐姐就快會考了，但是她現在還不能夠平靜地溫書，因為我的事令她很擔心。今天我跟她說道歉的時候，她都安慰我，說一些很感動的說話 來安慰我。我很高興我自己有位這麼好的姐姐。12分就行了，12分能不能？我們出了1分都沒得便宜，有得賣就便宜，有性格，沒有那麼便宜，有性格，很有性格，沒有那麼便宜，沒有那麼便宜，你出不到啊，你出不到就拿來吹，現在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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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現